好的床垫要能够贴合我们的身体曲线，当你躺在上面的时候，它能够支撑你的腰臀头颈。真的 CBD 的助眠床垫跟助眠枕头，它这个材质很亲肤性，我们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荷尔蒙叫压力荷尔蒙，那 CBD 呢是有效能够让自己放松，能够把压力荷尔蒙给排除掉。 CBD 它就是在表布里面，它是一个最新的编织技术嘛，就是我们汗毛中萃取我们的助眠成分 CBD 汗毛二酚，然后把它做成微胶囊分子，结合在纤维里面，然后再编织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布。透过我们躺在床枕上面挤压摩擦，它会微量持续性的释放出微量的 CBD， 帮助我们舒缓情绪，然后降低焦虑，有安定的效果，是来帮助我们的睡眠。它的内心的部分4D 高含氧纤维，它里头90%都是空气，这就是我身体的汗水，你的身体的汗水，你的热气，它可以导流出去，所以我包上我的表布我的床罩，它一样会呼吸，一样会呼吸。你看这杯子，它没有动哎，你看这杯子，所有的每一个纤维的连接点，就像一颗小的独立桶一样，除了支撑我们之外，它还会有同床不干扰的特性。枕头的这个幅度啊，其实就是让我可以侧睡的时候，刚好的这个脖子是有所支撑的。是的，这是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。对，它可以完全服贴我们的曲线，对，然后释放我们的压力。那我现在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哦，你看我倒一些酱油。它已经脏掉了嘛？对，哇，就是可以水洗，超级棒的。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材质，然后它可以应用在婴幼儿产品，还有食品容器，所以它非常的干净安全。